这次课呢，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幻灯片制作软件当中都会有的一种叫做形状的幻灯片展示素材。那什么是形状呢？我们退出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之前在教学内容当中有这么一页，还记不记得在一个 PowerPoint 的这个 logo 上面盖了一个这么一个图这实际上是一个图。然后呢，我当时说有很多人呢相信一个演讲好的人是不需要做幻灯片的，他也能讲得好这我的当时对于这个说法做了一番探讨，然后我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动画，一个禁止的或者是一个不用的就 delete 这个这么一个图标，然后盖在一个 PowerPoint 的 logo 上边。好，那我这个图呢，实际上在基于之前的教学内容，你知道我是在 Shutterstock 当中购买的一个图片素材购买的。我不买这个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在幻灯片里边直接我把它做出来呢？其实也行。比如说在这一页上面，看到没有？这不就是一个禁止图标吗？来看一下插入形状，点它，你看 PowerPoint 的功能强大这么多不同的形状，这比这个 Keynote 这个软件可多得多呀非常非常这个功能非常非常强大，元素非常非常丰富什么样的图形都有。包括还有这样的什么笑脸是吧？比如说你看笑脸虽然很丑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什么呢，禁止的不用的，看到没有，在这儿呢禁止符，看到没有，点了。好，如果你上来就这么随便拉的话是吧，你会发现它不圆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别松手是吧，你点住 shift， 看到没有，这回你怎么拉它都圆了shift 这个键呢，在这个电脑系统当中它是固定的一个宽高比的这么一个功能。好，差不多了就这样。然后呢把它盖在上面不就完了吗？看到没有，对齐，居中对齐。你还可以对它进行美化是吧，怎么美化呢？这蓝色的禁止图标不对是吧，来个红的吧，发现它这扩展里边没有红的，没关系是吧，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点形状填充，看到没有，红的很红，形状轮廓你会发现这个有个黑边是吧，我不要这黑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无轮廓，点了就无轮廓了。或者你加一个什么黄边是吧，橙色的边，蓝色的边，看到没有，有变化是吧。我现在不要让它有轮廓。另外我发现呢，这圈太粗了是吧，就看不到后边这个 logo 了，尤其是这个斜线。没关系，看到没有，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拉过来，看到没有，可以了吧。你说这是往这边的，这是往这边的是吧，这无所谓。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幻灯片当中有所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 看到这个字母代表 PowerPoint， 它被挡住了，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我必须得对它进行什么，进行转圈看到没有，转圈，看到没有，转这儿来，可以了，基本上跟这个一样了吧，太大了是吧，那我们可以把它缩小点，无所谓是吧，缩小一点放这儿了，可以了，你看到吗，感觉是一样的。它欠缺的是什么？它欠缺的是我这张图上的下边这个阴影的立体感，包括这个立体感还有整个这个材质的光泽等等，我这张图都比下边这个圈来的什么，来的更加有质感。比如说我在这里边把它给放在同一页上面，你去看是吧，你看这两个圈哪个好看，你自己觉得哪个好看。在 PowerPoint 这个软件当中很难把这东西调成跟它一模一样，很难是吧。但是呢我们仍然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找到这么一张精美的图片，这就是关于形状。那看现在看到这个形状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那么你一定要去慎重的选择，不管是配色也好，样式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什么，你看它很好是吧，有气泡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气泡我想把它调到这么一个位置，然后这块有个什么人说话就可以了对吧，能再扁一点就可以了。注意一下，在这个 PowerPoint 这个软件当中，我们之前也提过是吧，它有一个叫 Smart Art， 我们再建一页再建一页幻灯片。它这个 Smart Art 注意一下，还记不记得之前说过是吧，它给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流程图，我之前说过什么，这流程图要不要用，不要用。为什么不要用呢？因为都太丑了是吧，就这些东西看到没有，丑不丑，很丑是吧，这大箭头，哇塞，这你每一个都得自己挑，你还不如怎么样呢，你还不如自己去一个一个用形状去画
这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一个一个形状而已，是吧？都是一个形状。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在幻灯片当中啊，尽量不要有这种东西。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流程？这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这都没有焦点了，知道吗？这违背了我们幻灯片展示原则，除非你这坐着是给人看的。给人看的呢，其实你在这里边，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在审美上，尽量不要用这个 work art。尽量要自己去画，这样的话呢，才是个人定制的，最接近你原意的啊。你觉得这样方便？其实你改它的时间，你都自己画一个了啊，就这意思。所以这次课呢，我们对于形状啊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还是在幻灯片当中，结合实际情况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形状去展示。